啊，我四姐夫的啥牌子？哇，这个吃牛肉面了啊？这是给我压的，素蟹饭啊，炸蟹饭吗？蟹蟹。啊，这是秋菜吗？嗯。这啥的呀？蒜蓉。还牛肉的，这块。还牛肉的吗？嗯。啊，牛肉面不居然有牛肉的啊？哦。再来几瓣蒜。我们牛肉面啊，一定要有这个萝卜。我们牛面的这个袋子里有萝卜的。再切一点蒜苗、香菜。赶紧有请我们的嘉宾闪亮登场。一号嘉宾，二号嘉宾，今天穿的非常新，你看。今天要祝远哥吃点蒜，去熏一熏他们。什么吃蒜？今天的一号嘉宾已经开吃了，结果选了三万了呀。嗯，早去三万。哦，吃了飘火糖。嗯。套还是一张。嗯。这个标配。味道咋的？味道没特，走起。来吃起来。嗯，太美了。来一瓣蒜。哎，吃饱喝足了以后，感谢给你二伯再见。嗯，我打给二伯拜拜。你说你过年的时候回不回来？回来，你没开好吧？坐着你们看了看。你手好多。你别的车站。真的，我没说你，说你听我消停。哦，还要听你手机有啥事？咋夜里话筒全是啥？咋了嘛？哎，我牙我走了啊！哇，这个走开的快，你说。离别的车站，走了。今天好热啊，好长，好多年没有来过天水老火车站了。你看一看，我们天水老火车站，以前这里还有个马咖啡店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咋走的哇？啊？